爱人承认缺点的时，伊会原谅迄个人。佛陀的教诲：一、无造恶业，力行善事，净化心念，这是诸佛的教诲。二、无轻视伤害他人，严守僧团戒律，饮食爱适量，居处优撇，专心修习禅定，这是诸佛的教诲。三、五、修习慈悲观，应该是为自己和他人，大家应该满怀爱心，这是诸佛的教诲。修行的目的，不在取得名利带来的好处，德行带来的好处，禅定带来的好处，智识加眼光带来的好处。你是伫个处理心灵上真正的解脱，这才是性格生活的真正目标甲重点。智者不以心怀恶念，教导义者为友，也不以幸灾乐厄者为恶，以恶者交往是罪恶的。智者应该以满怀信心、和爱、从慧者为友，亦以
知识百合者为我，与善者交往是幸福的。布施是布的施，施主布施了五项物件，多五项呢，即生命、美貌、快乐、力量甲智慧。施主在现在甲将来，亦会当分享着生命、美貌、快乐、力量甲智慧的特质。一个也未当控制心念的修行者，若真正渴望解脱一切束缚，并将此事当为切身大事来对待，那呢？我认为详细观察心念对伊是上有帮助的。正式带来的益处，一透过将心念专注伫个呼气甲吸气的念释法修习禅定，会当带来极大的果报甲益处。二，如何使心念专注伫个呼气甲吸气顶头呢？伊如何带来极大的果报甲益处呢？一修行者应该到树那中、树根上，或者是空旷的所在，脚贴盘立坐，挺直脚脚平，开始观想，把心念专注伫个呼气甲吸气上。Thank you.
深深思立时，应念珠挂竖立灯开；深深呼出的时，应该念珠挂呼出灯开。轻轻竖立时，应念珠挂竖立地开；轻轻呼出时，应念珠挂呼出地开。二，在家修行者竖开时，应念珠挂竖开，并感受一切身上的活动；呼开时，应念珠挂呼开，并感受一切身上的活动。又竖开时，应念珠挂竖开，并定静一切身上的活动；呼开时，应念珠挂呼开，并定静一切身上的活动。一句话，如果具有以下五种特质，便是圣言：非恶语，无过失，不为智者所指责之语。就是伫个适当的时阵讲出句句事实，讲的是语气温柔和善，讲的是迄个目标，怀着自爱心讲出。父母的恩德，一孝敬父母的家庭，被视为犹如婆罗门圣贤远古的神奇同款，是真正值得敬仰的。
之为何以婆罗门身现远古的神奇，达至供养等措施形容父母呢？因为父母为子儿付出真多，带因来到这个世间，且用甲栽培因等等。甘观之乐来自五境，第五境呢，一就是目睭会当辨别出的形象，以趣味、可爱、迷人、具诱惑力，与甘观之乐有关联。二，耳孔会当辨别出的声音；三，鼻仔会当辨别出的气味；四，舌会当辨别出的滋味。五，身躯会当辨别出的触觉，因每一个拢趣味、可爱、迷人、具诱惑力，与感官之乐有关联，因是感官之乐的五个源头。所以因为五境而引起的快乐叫做为感官之乐，它是一种平凡之乐，一般人之乐，无高贵之乐。伊是无特地追求发展或者重视的，我以为伊是可怕的。
护持印经协会，就是帮助弘扬佛法。佛法能否久留于世，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倡印经书、铸印经书、流通经书，对续佛慧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护持印经协会，即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欢迎诸位大德踊跃加入会员，随喜功德。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中华印经协会，话拨账号19658482。生命脉动，绽放希望。生命电视，让世界亮起来。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那么萨多难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嗡这里助理尊体少薄荷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随喜布施以期当愿众生所作皆伴，
具足佛法，回向现世者、布施者，富贵自在，深信因果，不退菩提。回向所有往生者，受苦有情，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永离三途，同生净土。戴亚他，班长者呀，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好，请班长。那现在发一本施食手册给各位。那我想各位来慈悲自愿，反正大小法会都会施食啊。当然用食物有各种方向，可以拿来供养三宝，可以拿来供养僧伽啊，在家里供养父母，学佛以后那更为供养动物啊、穷人啊。所以我们这一年多来布施慈悲便当，你想60万慈悲便当啊，60万份啊。然后呢，水我们也在布施，大家已经供养布施的来370万，供水功德。然后呢，做药供、烟供，然后呢，来念一下59000场国际烟供、药供啊，那就用各种方法去跟众生结缘啊。当然，特别是恶鬼道了。所谓冤亲债主啊，那就是说我们欠他债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惭愧心、慈悲心，对他布施，他就会原谅嘛啊、因为他会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有冤亲债主，像各位学佛那么久了，都还有冤亲债主，那些没学佛了，那不更可怜啊？他们身上一定有更多更多的冤亲债主。只是因为人类他不了解佛法，反正生病就是找医生吃药。但是你学佛了都知道，生病从哪里来的？各位讲业障、鬼神啊，四大不调。但是人类都是从四大不调，但是呢，如果你不消业障，然后呢，你不超度冤亲债主，然后看尽医生，然后折磨一辈子到死啊。但是我们学佛了，我们知道。所以各位呢，只要听到有众生受苦啊、我们就要替他忏悔，就像弥勒菩萨很多祖师大德都不断的在忏悔，并不是说弥勒菩萨还有业障，而是啊代众生忏悔啊，就希望这个世间早一点能够变成一种连人间也变成净土啊啊，因为弥勒菩萨是发愿在这种啊，慈爱的时代，长寿无病，没有互相砍杀的时代来度众生啊，龙华三会，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好度众生，